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今天我们这里下了好大的洪水啊！正好我们家鸭子上来了，刚刚小胖说去抓只鸭子回去吃，因为我爸不是刚打工回来嘛，在外面生活估计也不太好，然后也好久没吃鸭子了。小胖说抓只鸭子回去给我爸吃。小胖，你去抓鸭子，走了，好，走。随便抓一只吧。哎，你这个比我那个快多了。这只鸭子起码有5斤，很大，很重啊，斤。OK， 搞定。爸，你女婿给你抓了鸭子来吃嘞，快点杀嘞！把你别急嘞，把你别急嘞，上鸭子，上鸭子，杀鸭子，杀鸭子，嘿。看我拿的刀了，哎，他的，那你拿几个那种子，过来，不是他们是噻，我猜的，就是我给你，就是我给你。洗个包子，洗个。哇，好香啊！快来看看锅里面的鸭子，香不香？妈妈，我昨天买了那个红姜甜酱，今天刚好用得上。那肯定。他盖起来不让我看。这个是红姜甜酱。胖子，你要把火烧大一点，这样子炒出来的鸭子好吃一点，知道不？可以，没毛病。胖子看把麻将输了钱不认账。我妈准备了2个大碗才装得下，因为这个鸭子已经3-4个月了。老鸭需要炖，所以我们今天用啤酒给它炖了一会儿哦。我来喽！你看我吗？哎呦，这是谁啊？你们看一下，他专门睡在我这个袋子里边。快叫，快叫！小伙子，你在干嘛？你在这里睡觉呀？快下来，吃饭啦！这个不是你的位置，你怎么钻进去的呀？结果瞧起三条之后，我就钻进去了。我给见过之后，我说我正好见个朋友的缺个。上面采过见过哪些了？妈妈，我跟你见过，见过鸭脚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哈。鸭脚是啥？有没有？哎呦，你是干啥？哎，对不对？还真是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会，这个会。哪里鸭屁股？鸭屁股在哪里？我是摸摸的。鸭屁股我就要嫁给他。哈哈哈哈哈。放心吧。
嗯。